唇膏落在这儿了，我回来找唇膏，你们继续吧。哎，刚刚小雨学长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的。怎么？你这个人怎么？走。你也赶快走吧，小心他们再回来。你要是在乎我的话，你不就叫我一起跟你走了吗？哼！停 ，OK。好啊，哎，看来挺有精神的嘛，也没怎么受伤啊。嗯。哎，等等，那个，你中午吃的什么呀？食堂，有点咸。下次就不要再叫这家猪蹄汤的外卖了。不过，谢谢。刚才那边拉得不错嘛。还有，今晚的家教课，记得预习。知道了。天哪，我没眼花吧？这个冰块脸居然对我笑了。行了，别跟他来一次吧。好。上课的时候，切，会指挥了不起啊？最讨厌这种爱出风头的人。你放心了，乐器玩坏了，我整个乐团都换成新的。楚耀，你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你自己。看你这样子，我都觉得心疼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在这里不开心，是不是也是因为你的未婚妻喜欢上了别人啊？谁说她是我的未婚妻啊？你说她喜欢谁啊？